起下雨天，西门町照样涌入大批人潮。根据北捷统计，西门站一天的出站人数就高达90,000人次，人潮带动前潮，让西门一楼以上的店面一店难求，将脑筋动到地下室。一出捷运口，原本整排售票机改成店面，被药妆店标下共40.3坪，每个月租金约210万元，等于每坪就要价约50,000元。只要营业额够大，不怕房租贵，啊，因为营业额做不起来，像东君你现在人少，营业额低，譬如说你一个月做100万，租50万就很贵啊。啊，西门町你有一个月可以做1000万，我租100万不贵吗？对比东区商圈，西门町店面租金也是动辄上100万元，但空店率却低于1.2%。关键不止人潮多。Yeah, we're just gonna do a little bit of shopping and get some lunch. Maybe shoes. Yeah, maybe for me. Maybe I think it's cheaper, a little bit cheaper than Paris. 国际品牌纷纷进驻，不止赚观光财。Uniqlo 愿意砸下月租金1500万元。H&M 月租金第二高，1200万元，第三名是 Jordan 约307万，付出千万甚至百万元月租金，背后有更大的原因。插旗的意味确实是比较浓厚一点。国际品牌、运动品牌进入潮牌，进入我们这个运动这个什么西门町商圈，是一定的一个指标。租金的这么高的状况之下，事实上广告效益当然是占了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。抢曝光，台湾品牌中成品也这么想。对于这些品牌来说，即使获利不够租金，但能够在国际观光客面前曝光，可是省下巨额广告费。筛选朱一宁方向台北报道。